起来啦，武林镜，看到武林镜的下面啦，这个看起来怎么样把它拆起来嘞？哇，九点自动对焦诶。哇，太帅了。哇，我们的那个磨砂瓶，哇，我们的那个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哇，九点自动对焦，这个九点自动对焦的那个砂，哇，这个是那个九点自动对焦的荧幕哎。竟然只有九点自动对焦的小小画，哇！这个武林镜，哇塞，这超帅的！你相机下面、观景窗下面那一排液晶显示，竟然这么小一条哎，就这样小小黑色的一条，然后你就这样放在观景窗，看起来，哇塞，超可爱的，这超帅的！就你观景窗，哇塞，这超小的，就是你观景窗下方那一排数值啊，什么快门、速度、快门。然后光圈 ISO， 然后还有什么曝光数值的那一个液晶荧幕是这么小一条的，超级可爱，哇塞，超帅的，虾米，把它粘起来了。好啦，这就是武林镜的部分啊。这看虽然有点洋葱，洋葱。哇塞，这就是武林镜的部分呢。这也是时代的眼泪。现在也不需要武林镜了，因为就直接进去就是一个小萤幕，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。我们就是有光学系统进去，然后这里有一片镜片。这。武林镜的部分啦、啊，这就是武林镜的部分啦、啊，这也是时代的眼泪。现在也不需要有这个东西了，因为直接观景窗下面，哇塞，这就是武林镜的部分啦、啊。我们现在也不太需要用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直接观景窗进去就是一个小萤幕，直接看萤幕就好啦，就不需要有这个神奇的复杂的光学系统。那就是进去光线进去，打到一片镜子往上反射，再打到一片镜子再往下反射。然后反射到我们这里面的反光镜啊，然后我们再照射出去，看到镜头呈现的画面，这真的是又是一个时代的眼泪。
哇塞，这武林镜是什么偷窥神器吗？你看我现在，哇塞，这什么九十？这武林镜根本就是什么偷窥神器吧？你看我这样子看，但是其实我是在看着镜头的部分。哇塞，这是什么偷窥神器啊？你看我现在往这边看，但其实我是看着镜头的部分呢，这超帅的，根本偷窥神器吧？你看着这边，然后其实你在看90度的方向，太可爱了。哇，最后的部分了，最后，快到最后的部分了，最后的部分了。哇塞，然后蛮让我惊讶的是，这个接镜头的这个接环的部分，完全是没有任何金属的支架连接刚刚我们的感光元件，还有后面整个主体的架构的部分。这么让我惊讶，就是这个镜头接环的部分，竟然是没有连接什么机身的任何部分啊，结构的部分，它就是这样子，三颗螺丝撑起你的镜头，所以你放了一颗比较长的、比较重的镜头，它也是三颗螺丝这样撑起来，还蛮神奇的。昆仑模组又被拆下来了，哇塞！昆仑模组，看好了，快门动起来！快门模组动起来，看好了，快门模组，打开快门。关起快门，这就是我们的快门模组啦！我有超多这个快门模组，因为摄影师嘛，拍太多照片，这个就是最快磨损故障的部分，所以 好，又多了一个快门模组啦。OK，你看反光镜就这样上上下下。